长寿之乡。据最新资料统计，在我们如皋145万人口当中，百岁老人就有260多位，90岁以上的老人4000多人，80岁以上的老人4万多人。百岁老人比率占联合国长寿之乡指标2倍多，被评为世界6大长寿之乡之首。如皋如歌，常来长寿。我相信只要来宾朋友们经常去我们如皋做客，那也一定能够健康长寿哦。